就是我们今年夏天主打的凉夏收坡款式，是不是觉得夏天真的已经来临了呢？哇，现在呢模特身上所穿着的就是湖水绿的颜色。那我们第一次的凉夏收坡总共有四种颜色，每一种的款式呢都有搭配四种裤型，让所有的摄影朋友们可以来进行搭配。那么这一次呢，也采用了独家的 Wincore 凉感纱材质，可以呢让我们接触皮肤的部分降低体温达 1.27 度，我们呢也可以在炎热的夏天一起来对抗闷热感，成为最干爽的凉爽女女。那不只有这个凉爽的设计，同时呢我们 Audrey 拥有50年的内衣经验，我们呢有多重的密林设计，让所有的熟女朋友们都可以呢重返年轻身形哦。拥有了四种独家的设计，一个就是手捧魔力片，你可以看到虽然呢是拥有凉感的设计，但是胸型一样完美，我们呢一样拥有了侧边集中的效果，所以穿起来一样呢会有非常丰满的胸线。同时呢在侧边呢我们收边裤的地方也结合了蝶形提托片的专利设计，可以呢将我们的副乳一起包进来，同时呢也可以修饰副乳完美身形。哇，接下来登场的呢是我们最可爱最甜蜜的星星粉。好的，在今年的夏天呢我们也要跟 Audrey 的脚步一起来当最凉爽的凉爽美女。那么呢我们除了有凉爽的功能之外，还有四重的密林设计，除了刚刚讲到有集中脱高，同时呢有修饰副乳的设计之外，我们呢第三重有包覆副乳防止胸型外扩，同时最后一层我们在背带的设计上面也贴心的结合了防滑的三角环，让我们的肩带呢可以固定在最适合您的位置，不会有肩带滑落或松掉的情况哦。所以呢现场的视频朋友们，我们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一起进行体验。同时在今天我们的品牌周有非常多重的优惠折扣，我们呢今天凭 VIP 卡友星光三月 VIP 卡友享有9折优惠，同时买3000再送300元的现金折扣。另外呢我们只要呢购买我们的凉夏舒坡的内衣任2套，我们呢再送给大家相同材质 Wincore 材质的凉感袖套。同时今天还有2个免费的活动哦，只要现场有智慧型手机的朋友们，欢迎你都可以在现场直接进行打卡，并且分享我在 Audrey 凉夏舒坡派对现场体验凉感化，输入以下的文字并且分享在脸书上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柜点上面来进行我们的兑换最可爱的甜筒内裤一件，但是数量有限呢，所以呢要请所有的市民朋友们赶快把握免费的机会。同时今天呢我们也要让大家一起来体验我们的凉感纱的材质，所以呢在柜位上面也有凉感箱的体验哦，我们呢只要用手体验我们的凉感箱，并且试穿我们的凉感的内衣，也就是我们的凉夏舒坡内衣系列试穿新品，就可以直接免费的获得我们的酷凉领巾。所以呢今天有2个优惠活动，邀请现场的市民朋友们等一下呢一定要留下来，停留你的脚步在 Audrey 2楼的柜点上面来进行体验，把我们的酷凉领巾以及甜筒内裤免费带回家咯。好的，刚刚看到的是我们的旧式 B 款式，它呢可以达到集中罩杯升级的一个功能哦。接下来看到的就另外一个款式，旧式包，它可以呢把我们的副乳还有呢我们侧边的小肉肉通通呢都一起包进来，让我们的胸型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圆润，更加的上提哦。同时你现在看到的颜色呢就是
颜色，第一个就是湖水绿，再来就是沁凉蓝以及清新粉，还有最后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金透菇。1.27度，所以呢，在今年的炎热夏天，我们欢迎现场的市民朋友们，都可以跟着 Audrey 的脚步，一起来当最干爽的凉爽美女。可以呢，在我们的夏天一起呢，来达到减衣哲学，让我们呢可以不再闷热，不再流汗哦。同时呢，我们也依照了不同女性朋友的需求，创造了自信上提以及安心包覆的不良心美学。多重的逆龄专利，让所有的熟女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找回年轻身形，重回自信美。那么每一个款式呢，都搭配了四种不同的裤型，也欢迎淑女朋友们等一下呢，都可以来进行试穿体验。
左手边的媒体方向。那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心急，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专访的时间。好，最后的三秒钟，三、二、一。好的，那我们也请三位我们的美女，我们的模特儿一起呢，跟我们今天的性感人妻活动大使永贤一起来进行合影留念。那我们再一次的看向三、二。这个摄影师的要求，我们在背板上面拍最后的一张。好，我们呢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方向，三、二。左边哦，好，中间最后一次咯，三、二、一。好，最后回到左手边，我们要先让我们的永贤的眼睛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一样会有专访时间哦。我们看一下左边最后三秒钟，三、二、一。好的，我们谢谢台上美丽的模特儿，先请回去休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让我们的永贤眼睛稍微休息一下，先请永贤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市民朋友还有媒体先进打一声招呼。大家好，午安，我是永贤。哇，永贤的声音也好好听，而且好的一样是充满浪漫风情的镂空美丝款，除了有刚刚的深紫色之外呢，还有时尚的白色，像是刚刚的搭配就感觉可以去参加 party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聚餐。那么现在看到的时尚 OL 风，我们去上班你也只需要穿着一件 party 就可以轻轻松松出门咯。同时呢，在炎热的夏天，女性朋友们呢穿着内衣的话会有不舒适的闷热感，但是呢只要穿着 Audrey 的 bra 衣，完美巧妙的将内衣以及外衣结合在一起，所以呢你只需要一件衣服就可以轻松自信出门。我们呢也可以轻轻松松达到减衣哲学，只要穿着一件衣服也可以呢到我们的外面和朋友聚餐咯。哇，接下来你看到的是我们 bra 衣的第二种款式，也就是梦幻飘逸的雪纺纱环。那么在胸前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堆叠的雪纺纱垂坠设计。模特在走浪的时候呢，前方的雪纺纱垂坠感也会不停的飘逸，十分的充满了女人味。同时在侧边手臂的部分呢，雪纺纱也可以做到修饰手臂、修饰肩型的设计哦。那今天呢，这个非常浪漫的藕紫色，非常适合我们的夏天女性朋友们穿着浪漫的一个服饰。它一样是我们大衣系列，所以你只需要穿着一件衣服，它就结合了内衣以及外衣，只要穿着一件我们的 bra 衣就可以轻松出门咯。好的，同时你可以看到雪纺纱的款式呢，我们也拥有的是白色系，相信呢非常多百搭的款式都是免商品。
我们呢就送给大家限量的发梯女孩杂志专刊一本哦。所以呢，现场的淑女朋友们，今天持星光三月卡，不但享有八折的优惠，同时还可以获得限量的发梯女孩杂志专刊一本，里面呢有非常多的穿搭的一个技巧，所以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选择并且试穿我们的发梯系列哦。一开始看到的我们的浪漫镂空款，还有呢现在看到的蕾丝，还有我们的这个非常飘逸梦幻的雪纺纱，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呢在今年夏天穿出门，或者是去运动，或者是去上班 OL 风，通通都非常的适合。这就是我们的跟海阔模特公司由洪伟明呢，我们的创意总监亲自操刀，一起来联手打造袜，再加上 T， 我们内衣也是外衣，穿着一件衣服就等于呢我们穿好了内衣。